来了，来来了。哎，真磨蹭呀！小马，不是你能不能快点啊？我着急了啊！等会儿先看我这身衣服好不好？哎，好好看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是变心了呀？啊，你现在都对我这么对付呀？你是不是腻了？啊、没有啊，你快点了，都迟到，系好安全带啊！快点，干啥？你用我车拉谁了？把这个座位往这么靠这么前，啊？而且这人腿还这么短，拉谁了？我没有。我跟没跟你说过，我的副驾只能坐我这一个女的啊？腿这么短，身材肯定巨差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误会了，你真误会了。不是，你看啥呢？谁捧啊？那个阿姨的呀。你现在都喜欢老阿姨了啊？而且还用这么老气的口红？不是、啊，这人得更年期了吧？没有，啊、不是。解释一下到底是谁呀？没有更年期呢？嗯，给我来后面了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我提示，我不是阿姨的吗？啊，那我来了。妈，你别生气呢，我都看你的。我就说是阿姨的，你还那样说，不信？这不是上次我带叔叔阿姨出去玩，阿姨落下了吗？是吧，阿姨？你就是故意的，你特意当我妈面整我。也就是小马对我俩好，你一天就知道忙。都没时间带我和你爸出去逛逛，我们就、没有阿姨。其实我俩谁带你俩出去逛都是一样的。对呀，那么一样。只不过是我的钱都在老板那儿，我想带你俩出去玩，必须要经过他的批准。如果他不批，我也没钱呀。什么不批了？你带我爸妈出去，我能？你自己没孝心就算了。小马带我们逛逛，你还拦着呀？我没有，你这样瞎说啊！来，小马啊，阿姨让凯拿着花哈。哎哎，谢谢妈。他有我的钱，还有。哎，谢谢妈。不是不想。谢谢妈。你开车。